我是范宁，林一峰。我为日前在社交媒体的个人直播发表不当的言论和行为，也为浪费了无数公共资源，慎重地向广大的社会各阶层人士致以深深的道歉。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，我从小就很努力改善个人生活，这几年我的工作都是提携后进，或者是提供咨询给各阶层的人来改善业绩和生活。我没有瞧不起任何行业，但是我平日激励的延迟的错误示范确实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。我认错，我郑重的道歉，对不起。同时，为了我的师德，我正式的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即日起，我辞去所有的社团和企业的任何职位，也包括我一手创办的名家集团。我会把名家集团的所有股份，在我个人名下的所有股份转让出来，并且成立员工期权池，作为员工激励的用途。这将会由庄周律师事务所庄耿勇律师在场做公证。我仍然会完成今年未完成的工作安排，面子书上我会消失一段日子，待我沉淀，学会好好做人，好好说话，我才会思考，顺应人生剧本去做应该做的事。谢谢大家，浪费大家的时间。